再到路上是城市感一点的，那集市上可以有点洋气的人哈，可以有点时髦的感觉，这俩又特土在里面。来来，拍拍拍，小朋友是不能拒绝的。麻烦你帮我们拍一个。这一定是我花钱找来的吧？让我在节目上显得大受欢迎这样的。一、二、三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这一看就是你女儿，好像啊。让人溜达看一眼。走，散散步去。哎，这侧面都特别好，天然美术啊。行啊，这每个门脸都挺不错的。这个地方我可能这儿，哎呦，特别好。你看这儿就跟着他们侧面了，这地儿可能拍不了进去，就松一点，它这个很没问题。对啊，